拜拜。拜拜，再见喽！我是公关热社长了。2014年12月29号。树林暗树领战了，21:58，说八招是41次，资本八招哎41B次、啊，也算是啊。资本八招将花东银行树林呢，用三线行蛇两面乳3001车王皮蛋豆腐藤银行哦，在中年代树林站回送入库，拜拜。预祝明天会测试哎那个营运也顺利好了，是吧？拜拜，感谢你要今天带我到资本，那现在又要回去入库。回家休息睡觉，蓝天行再见，拜拜。首发日41次台北段的铁道之旅正式结束，再见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多下面跟马掌门多多点我们的，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哦。再见，谢谢各位啊。我今天首发日真的很蛮感动，对吧？能够跑3000，大3000真的是很幸运，对吧？今天特意。想说一定要搭426，是吧？跑到资本局更远，也更好，是吧？啊、如果你喜欢片的话，咱们多多点赞一关，点赞了，拜拜。21:59，在树林站市里有426B次回送式尿床，首发日虽然有点小状况，但是及早发现，及早治疗，就这样。好了。各自再见，拜拜。各位再见，拜拜。